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生产的一台这个自动刮胶研磨机啊，这是一条手动的刮胶。手动刮刀的话，我先压到这里啊，把它压到这里，两边松掉的时候，然后把它打开，压到这里，然后把它卡紧，卡紧啊，卡紧。然后这边一个开关，这是左右行走的开关啊。这个刮刀现在左右行走了，然后这边是手轮，可以进刀，啊，把进刀这个刮胶和砂轮在走的时候就可以了啊，不要动了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开关打开，开关打开，啊，电机研磨电机开始转动啊，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自动研磨了啊，自动研磨了。然后这进一个格的话，一个数字的话，它代表0.1毫米啊。现在已经在磨了啊，现在已经在磨了，刮刀自动研磨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磨左右走个两三刀，然后把它停下来就可以了啊，就可以了，这个整个的研磨的过程都算完成了啊，可以，这个再磨一下看一下那个刀，对，看一下磨的效果，你看。就这个效果拍出来就好了。这个砂轮好。好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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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